杨秀柱、黄家胜、张聪月、小沈加油、李建福、王金尧、吴国珍、王基展、廖东烟，请以上至大会抽签。哇，还有，打到手了 ，double 了，算 double 了。哎，算 double 了。啊？侯伯宪、刘明辉，侯伯宪、刘明辉，请至第四桌比赛。同学，麻烦自己找裁判。廖东燕，廖东燕，理论上他这样就已经打。李运长、卢志伟，李运长、卢志伟，请至第五桌比赛，麻烦自己找裁判。不算了，理论上应该算大波了。因为那个球已经不一样了。对，表示他已经撞两次了，已经撞两次了。因为摄影有摄影到。哦，迄几个拢淡的，迄骨是歹势。拍到第六球，有啥无？这也无好食。后边啊，卖十块钱的七百块，好不好？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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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干老干过第二个两分下。哎呀，我刚刚一讲应该三比一了，刚刚一个抗议啊，小整的弄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应该念冲月还是冲月？月，我记得叫月嘛，哈。五月啦。对呀、啊，冲月、哦一胜中国的五月，通通给吸收精华，通通吸收。五月啊，什么什么月，什么什么山，你还记得吗？月不群。翻了翻。这是笑傲江湖，月不群。王永言。洪永言在场吗？啊、来，麻烦你到大会一下好吗？因为王金尧一阵子啊，都把那个他跟黄高玉两个认错、哦，那个张元月啊，不是来张聪月跟那个黄高玉，哇、哦哦，他们两个有时候有一阵子我常认错，现在就不会了。甲组就少十几个，甲组去年快十几个，乙组大概少十个左右，那差不多快二十个，再等到二十个。哎呦，关键刚最刚那球关键一分，一分来回就刚好六十，还好双败了，没关系。再往下一球。我听有眼啊！全垒打，没有打，全垒打，没有，